跌翻千四，大熱係十年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慢咗啲就係嗰只六足心機嚟噶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就係聯歡兒啦，咁啊藍就藍衫，中間咧就超風速啊，六三前面放嘅馬咧就聯歡兒啦，外邊就馬里奧啊，超風速就跟住個第一第三位嘅，再見到第四位啊，埋邊啊六足心機，中間美神來，出邊咧仲有隻六足光芒啊，好多層啊嘛，有金髮銀髮愛爾龍啦，等入邊咧仲有加州活力同埋一起美麗啊，大愛當衝啦，東方飛影啦，咁啊同埋只極速。贏嚟㗎，好啦，著三百零米啦，超風速就已經係透出咗㗎啦，埋邊聯歡兒啊唔多啦，咁再見到外邊追有東方飛影啊，入邊上嚟嘅馬咧仲有美神來啦、愛爾龍啦，最出係極速贏嚟㗎，最後一百米到啦，超風速拋嚟咗一個身位啊，外邊咧就極速贏一路追緊，攝入邊上仲有隻愛爾龍啊，中間位置係東方飛影啊，最後五十米到埋邊打咗上嚟就係呢只愛爾龍啱啱到先啊，跑第二名咧有埋邊超風速出邊極速贏啊。至於跑第四名咧，係東方飛影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只愛爾龍咁啊，前中段佢都係貼欄慳咗啲位嘅，末段就喘上贏馬，跑第二名咧，埋邊位置咁啊，呢只超風速外邊極速贏追上嚟跑第三，第四名東方飛影。好啦，結果潘頓排咗個外檔落。